跟你说一声。你觉得我有时间吗？侯老可能被人骗了。他脱婚戒中心给他找了一个对象，都见面好几次了，但我听着吧，感觉像婚托。要不下午我去看看。我发现这上班摸鱼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开始请假了。不是，我这是公差啊。点这么多菜，太浪费了吧？吃不完的。没事，这个饭店的那个大厨啊，是我的老哥们，手艺特别棒。啊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不错。阿姨，这吃饭还送花吗？是，这个侯老啊，是我长辈，跟我也聊起过，说遇见您是缘分。哎，这我们小店的一点心意。谢谢你啊，太客气了。啊，稍等吧。真好听。哇，好了，又请吃饭又送花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苏梅，相亲的我也见过几个，但是您十全十美，是我理想中的伴侣。今天在这里，在座各位的见证下，正式向你求婚。手机收起来，行吗？不是侯闹，你真的搞得我好被动啊！你突如其来的搞这一套，你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你事先跟我商量了吗？你把我当女人了吗？玩什么呀？不是阿姨。